这是我的建议，他也应该纳税，但中央反过来也为他提供这个经济发展呢，是吧？提供相应的支持。怎么交？那是具体在研究，那不是我的。那很就像国内这个税法，那很复杂。这个基本法二十年了啊，当然您说的非常有道理，就是说这个一不能一成不变，但是怎么变呢？我们现在，您给我们再找机会，再找机会。香港为什么不能？香港的青年，青年为什么能？都要依法服兵役。过去是因为一个过渡时期嘛，形势发展了，好多政策都要调整嘛，这是我个人的看法。这和一国两制不冲突，和港人治港也不冲突。我们当时讲了，在这个一国两制为港人治港的大前提下，修改相关法律。